时候常常想起你，望着你的时候就想起谢谢在座所有朋友，那么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光临。那么也值此呢，中秋佳节之际，我祝愿所有的来宾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中秋节快乐，谢谢。
啊，那么因为今天有非常丰富的节目在下午，所以呢我就准备了一首歌，那么接下来我就清唱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《龙船调》，它是一首湖北民歌。那么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需要在座的所有的 gentlemen， 所有的男士们来帮我一下，因为当我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有一句会是没我脚过后谁过来推我呀，那我希望所有的男士都来推我好不好啊，那你们就得说还不是我来推你了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，女士也可以哈，女士推我也行的哈，我不介意哈。行了，我就清唱一段好吧。长夜里是青年呐，咿呀喂，没袜子去拜年呐喂，亲那姨那嗦，姨那姨那嗦，那羊去叫那烧着英国啊，烧着英国。谢谢所有男士们，所有的朋友。